么办？那冬天到了，这些草也黄了，那鱼，池塘里那鱼都没什么吃。你看，今天搞点那个含竹叶来，然后把它剁成一节节的来喂鱼，这样子这个鱼长得快一点，也很喜欢吃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家的鱼塘啊，不怎么大。现在水还是有那么多的，今年由于雨水有那么多，所以说这水还有那么多。换到去年的话，这早就干掉了，所以说今年这就是刚割的那个含竹叶，这叶子含竹叶。其实这个叶子那个市面上都有的卖，我记得以前在广东的时候，人家卖的很多叶也卖几块钱一斤呢，对吧？现在在家里面都没人吃，拿喂鸡啊、喂牛之类的，喂鸭。那现在 我拿它来喂那个喂鱼了，可能大家没听说过吧？那个鱼很喜欢吃的。嗯，刚刚剁了两捆，就这样的。剁成一节节的，然后那个鱼就放好咬一点嘛，好吃一点。哎，那边有个鱼跳起来了，有波浪，还有两捆吧。嗯，天也快黑了，赶紧把它剁掉。好了，先把它剁完了，把它撒下去就可以了。剁好那个鱼就好吃多了，要不然一捆一捆的丢下去，那么长长的，它直接沉底了，这样子就方便它吃的。嗯，天也快黑了啊，今天。